这西边这儿。啥？嗯，好嘞。我就不信不上玉，不上玉，三百网。慢慢拉，找着感觉。抽网了呗？没有。我看这鱼是不是都在边上呢？嗯。哎，应该有哎。慢慢拉，不着急。我着急呀、啊，还等着打虾一网呢。别跑，别跑！放塑料袋儿，一个板儿起。还是那该死的老头儿。这该死，这该死的，这该死的老头儿是往往那叫一般，看看呢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放生了，还得给救死。再放生你一回啊！哇，好！老师傅说有鱼了啊！哎呦，这我打一网，寻思着卖打一下，这我打一网似的，机会打倒着点啊！多打的，公的母的再整出来，机会倒着点啊！肯定是有的，有的。多打的魔手式是吧？肯定是有的。多打的那估出来。嘿嘿。稍微加点油啊！这水挺深的，真的。那老是让他喝豆，冒进。不喝豆了都老实，松松手势。不知道我这事儿的。白挡吧，俺入都没入都啊，谁会找出多远来？老铁们啊，这要不入多少，这腿肥乎了。这趁呢，我操，他穿网了吧？啊？不能一个他呀，不是一个班级穿网了吧？又来一个班级，哎，俩班级呢？又来一个班级，我敢！我操！我操！大班级吧，我还是。哎呀，有小的没？有搬进超侠的没？群龙鹤的大班级了，我天妈！让这小子掏出来，这野生货，操！这小子掏出来，没打的都班级啊，全是班级，还可以啊，四两半劲的吧一个，可以玩耍了，天妈！群龙鹤，整那野生货。